啊，六道真正做主的就是执着，这个执着很可怕啊！没有我，执着有个我，有了我了，就会有我爱、我痴、我慢啊，这是贪嗔痴，爱是贪呢。啊，慢是嗔恚，痴是愚痴，啊，三毒烦恼跟着我连带出现，他就造我业了。啊，造业当然就有果报，这个果报变什么呢？变三毒，啊，贪。变成恶鬼，嗔恚变成地狱，愚痴变成畜生。那这三个都从哪来的？从一念贪嗔痴里头变现出来。所以见思烦恼断了，六道就没有了。六道是染污秽土啊，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是净土，人家还是没有学阿赖耶，但是他们用阿赖耶得其证。啊，证的标准是什么？证的标准是大乘。他们修学大乘，依教奉行，齐心动念，分别执着，都以大乘做标准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就是改邪归正，断恶修善，这人家做到了，我们现在没做到啊。我们现在甚至于什么叫邪，什么叫正，不知道，没有能力辨别，什么叫善，什么是恶的时候也不知道，这麻烦在这个地方。